哇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明天组织旅游，目标巴厘岛。哇，巴厘岛哎，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呢。哦，几个名额呀？哎呀，还是你经验丰富啊。哦，全公司一共三个名额，本月业绩的前三名可以各获得一个哦。切，咱们客服部肯定是没机会了，真无聊，咱们这部门简直就是后妈养的呀。哎呀，别灰心嘛，说不定你能钓上个大客户呢。哼，懒得理你。啊，不就是业绩吗？晚上我就能有。啊，这次你真的能钓到大客户了？嘿嘿，不是啦，睡着了，梦里啥都有。哦哦，金泰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